大家好，我是奥志尊的 Alex。 奥志尊是香港首间和到目前为止是唯一一间以经营西式保健品的为主要业务的公司。今天很开心跟大家分享我们做网商的经验，而我在这个比赛里面都在其他的公司里面都学到很多东西。到最后我们有个总结，要做好网商这门生意 有几个四字词可以 用到的。首先就是掌握形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重点出击。掌握形势就是掌握市场的趋势和数据告诉我们的东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就是尽量用平台给我们的资源和我们的第三方帮到我们的人手。重点出击就是用这些东西我们 去重点找我们的 target 的人群。希望这个分享可以帮到大家，请大家投我们奥志尊一票，多谢大家。